哎呦，贤弟呀！哎，地夫，哎，恭喜万兄，听说圣上册封老夫人为郡夫人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哎呀，为人子女，一是打拼，就是为了光耀门楣。如今阿母被圣上册封，我竟觉得比自己升官还要荣耀啊！万兄至孝，吾等佩服啊！哎，贤弟里边请啊！哎呦，万兄，你这是？ 没事儿，就上二爷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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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罗夫这屁股是怎么了？你还记得那日你走之时，传来那个猪一样的叫声，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是我大母把我阿福给打了，险些没给打死。不过你说也奇怪哈，怎么能把阿福打成那样呢？ 少给我惹事啊！怎么了？今日我阿母叮嘱我了，说若我再与人打架，回去定让我吃板子。那今日王林可来啊，你可得忍着点。你放心，今日。 我绝不动手。哎，哦，怎么了，妹妹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要回房一趟。那我随你去。你别随我去，你是主人，你得照顾客人啊。这府中我都来了几日了，我定能找得着。快去，快去。 七家子，好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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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原本吧给你们发请帖，也就是客套一下。谁知道竟真来了？你不是请了许多少年郎君吗？我又不是为你而来的。 专程来我家看郎君的吧？嗯，啊，你们行行好，今日是我大母寿辰，你们能不能收敛一些？哎呦，听万将军说，要领今日来的儿郎们去演武场耍耍，我只不过想去看看热闹，这是你家，我们不好乱闯才来问你的。这新家吧，我也搬来不久，要说这演武场在哪？在哪？ 在哪儿呢？哎，在哪儿？哎呦，七家子，哎，妹妹来了，好点了。嗯，走吧。陈少商，你着急走，该不会是怕遇见十一郎吧？哎，也对，当日你吹牛啊，被逮个正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
阿离，你在此作甚？我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伯母跟我说，让我照看你行事，你跟着我便是了，不要在此地非议他人。楼瑶，你竟有功夫来管阿离？听闻昭君妹妹与楼家在商议退亲之事了。天晓得你是如何不堪，如何蛮憨无能，昭君妹妹这才迫不及待与你退掉婚约的。换成我，早没脸见人了。你，季瞎子，男女之间一亲，成与不成便都是常事儿。王家娘子如此说何昭君，说她因为退亲无脸见人，被何昭君听了去，这事儿可不得大了。就是，我说的又不是何昭君。多谢陈娘子仗义执言。好啊，你个楼瑶，竟与他一唱一和，难怪昭君妹妹要与你退掉婚约。我看呀，也就这粗鄙无恩的程家丫头配你。都别吵了。今日万家老夫人作寿，咱不能吵闹百姓。王家妹妹心直口快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郡主果然是郡主，言语斯文周到，倒不像某些人。王家娘子，你不如跟郡主好生学学，别整日待在一块儿，好的没学着，竟学着了跟我这种粗鄙无闻之人吵嘴。你放屁！嗯，郡主，他说你放屁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我没有。有。没有。你有。我掐你。